到呢一拍咁甜美嘅聲音，想唔想知道身邊呢位靚女司儀係波姓大名呢？佢就係謝慧文小姐，就嚟啲掌聲歡迎謝慧文小姐，我哋今晚嘅大會司儀。多謝各位，咁一定要介紹翻我身邊呢位靚仔啦。咁呢位靚仔司儀就係張德海先生，阿海。Hello， 大家好。俾掌聲先。我見到咧，今晚食間咧都已經坐得有差唔多都到齊咯喎，嘉賓。咁樣咧，我哋嘅典禮都即將可以開始啦，係咪啊？冇錯啊！嗱，大家準備好未咧？好啦，咁啊，方圓太極內家同學會第一屆委員就職典禮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周年聯歡晚宴，現在開始。首先咧，我哋恭请大会典礼嘉宾上台就座，恭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名誉会长张伟森师傅、谢文贤博士、陈国基博士、温岳辉先生、夏振阳先生、邓斌博士后上台就座。亦都恭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名誉会长、名誉会长顾问、武术前辈等嘉宾上台就座。有请张国华师傅、郑宝林师傅、澳门赌神李文恩师傅、顾峰师傅、郭金师傅、陈耀先生、以及潘翠宝区议员陈家辉先生先生、新华经中药促进会余斌、余凤芬会长、香港针灸学会创会会长陈家泽博士、广州市人大书画家高永山女士、清大北区区议会主席苏新志先生上台就座。继续系恭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嘉宾刘彪师傅、陈国华师傅、卢汉师傅、叶满堂师傅、郑勤师傅、李瑞光师傅、李刚师傅、黄纯敏师傅、郑子平师傅、吴玉珠导演、江志强师傅、李锦荣师傅、何敏辉师傅、关永山师傅、戚永修师傅、李国权师傅以及黄宇凡师傅上台就座。有请各位。现在恭请主礼嘉宾上台就座，恭请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协调部处长陈俊峰先生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会长方方助博士陪同。继续恭请广州市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张勇先生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常务会长邝建昌博士陪同。恭请世界陈小旺太极拳总会会长陈家沟太极拳掌门陈小旺先生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副会长朱宇祥、吴少强师傅陪同。继续恭请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中医组主席黄志嘉博士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主席监督林祖师傅陪同。恭请香港医疗辅助队总参事许卫光先生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内家拳学会监督陈广全师傅陪同。继续恭请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政府参事室主任张家杰先生上台就座，请方圆太极广州拳学会监督陈一光博士陪同。恭请全球百名武术
總會永遠總監何國昌長老上台就座，請方圓太極內家拳學會永遠榮譽會長鄧顯明師傅陪同。今日恭请方圆太极泰山拳学会义务法律顾问吴一博上位律师学院老师，以及义务财务顾问李全福老师上台就座。再一次咧，请方圆太极学会嘅工作人員啊，選手如果是由典禮嘉賓或者主禮嘉賓建議你們到台前的話呢，可以協助他們來到台前就坐。去嗰头影咁啊，唔会影背脊。哦，好。啊，咪就影你哋背脊啊，全部。典禮嘉賓鄭子平師傅、莊志強師傅、何敏區師傅、戚慶修師傅、黃宇凡師傅、蘇西志師傅以及汪永山女士來到台前就座。张伟新先生、余焕芬女士来到台上就座。
鐵華先生、鄧開明先生嚟到台上就座。好，氣入啲啊，因為你睇正呢部機，一路